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其实我会悬浮术。开什么玩笑，老二能把这根筷子悬浮起来，你俩帮我一星期的人就怎么样？行啊。打了啊。你有本事吧，你有手拿开。我帮你啊。我也有个机会，我会。行，看好了，把葡萄放到这个纸里面，你摸一下，看它还在不在？还在。来，你再确认一遍。还在。好，就数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你看。他是不是消失了？真不见了！我大哥欢迎你，感谢你来我这里。我大哥欢迎你，登峰。